大地依落水而分，南魏北京，魏国农耕，金国游牧，会是弟弟吗？会的。 拒婚并非轻慢，而是另有苦衷。今日之我，何日了记下了？土八部竟然勾结外族，魏帝野心勃勃，挥师北上。阿爸，让我留下！不，你先走，保护好妹妹。娘子，别丢下我！草原王子宁死不降。 上天居然将称离部的王子送到我的面前，选了这条路，世间便再无奇人阿骨达。若能报仇，我便无我。你要忍得住，等得起。忍得住，等得起。喂，你这人走路怎么不看着点儿？在下并无冒犯之意。 无礼庶子，看招！造化弄人，臣齐言奉旨迎娶真真殿下。台阶颠簸，请殿下抓稳。嗯，本宫知道。是你？是你？君子之约，枕边妻，仇家女。 上元灯节，殿下打算带我去哪儿？我要向天祈愿。殿下有何心愿？一愿父皇身体康泰，二愿大姐母子平安，三愿二姐眉头得展，四愿祈言长命百岁。祈言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 心诚则灵。七爷，别丢下我！殿下，我在这里。七爷，你要怪，就怪天地不仁。你先走，保护好妹妹。七爷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 烧啊烧啊！南宫少，这就是你毁我家园的报复！七爷，本宫听说走水了，怕你无碍就好。七爷，救我！殿下可信我？我害怕。报警我！ 殿下没事就好。殿下，你能抱一下臣吗？好。精卫无界。原来心是会碎的，原来心碎是有声音的，心碎是什么声音呢？